来，大家好，又是我冷周几在讲车啊。今天我要讲我身后这辆奥迪DD，不是 DDS 啊，是奥迪DD啊。这辆是2019年日本版，这辆是日本版。为什么我那么强调它是日本版呢？因为最重要就是你要看这个灯 ，OK。如果是 UK 的话啦，它没有这个 matrix 灯的 ，OK。然后还有它的后面，它的也是，也没有这个 matrix 灯的。所以你说我那么强调这辆车是日本版，还有日本版的 condition 也比较漂亮，也比较美的。你要看它的内饰 ，OK。日本版里面的就是这个有皮，有阿甘达拉，有电椅，它的这个它电椅。UK 就不一定有，再来的还有它的 push start， OK， UK 也不一定有，再来的就是它的这个 aircon， UK 也不一定有，所以我这辆车是日本版，是蛮高配一下了。如果有兴趣，你们可以 PM 我。哎，这辆是奥迪 DD， 2019年日本版 ，full spec， full 到完 ，matrix right， full electric seat。然后 push start 都有的，这辆车我们才要卖21多而已。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 PM 我，找我 Lam George， 或者你们要看什么车，你们可以留言给我，告诉我。